妈，早安。早。我觉得很多事情，我之前我们两个都不敢在他面前吃蒜，是不是？嗯。吃火锅，我们都那个蘸酱，我们都不敢放大蒜。不过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他可以接受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好啊。哇，这个连这样味道都已经很重。我觉得吃这一颗，他可能马上叫车回台北了。不会啦，先咬一口试试看。好辣！你要不要吃一口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吃一个双面夹攻哈。谢谢。哦，真的够辣，好辣！哇，搞到我自己，好辣！怎么有炒菜的味道？炒菜没有没有，没有炒菜的味道。这个苹果看起来很好吃哦。真的吗？啊。吃一点水果啊！好，谢谢。你们刚刚吃什么？是不是？就是大蒜味很重啊，生的味道特别重。你不要一直对着我呼气，你不需要。其实你这个手的毛细孔，它都已经真的有。你赶快多吃点，把那个味道压一压。我不用。有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也是很惊讶，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你小时候的照片，我觉得怎么可能转变这么大？从小要变天鹅了。好可爱，你看看多可爱，小黑炭。他不是真的这么黑，他是有去晒太阳啦。是吗？女大十八变。对对哦，对对，女大十八变。我觉得有点像哥哥。哥没这么黑啊。我那天在哥哥的那个书本里面看到一则数学题，我觉得我可以来考考你。一年级的我还可以吧？你确定？一年级的。对啊，一年级的。可以吧？你确定？好，那我现在先出一题给你。好，169。哎呦，是吗？真的是169哎，好厉害！答对这个，你这样很惊讶，我都不知道我要高兴还是我到底要……好，那我现在先出一题给你。好。就是这个笼子里面呢，兔子加鸡加起来一共有35只，然后它们总共有110只脚。那你要算出来，里面有几只鸡，里面有几只兔。比如说2只脚的是，可能要先叫午餐。然后4只脚的是 Y 吗？妈妈，你会饿吗？我不饿，我在吃苹果的。我觉得可能会呆症。我很快，就是你让我思考一下。不要吵你，慢慢思考。总共有35只，110只。我慢慢想，基于我是10只的话，就是要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10、40。你说，有15只鸡，20只兔子。你竟然算得出来？怎么可能？我先4乘以10只之后，发现40，那这样子70再除以2就35只鸡，太多了。然后我就再乘以20看看，20只兔子的时候有80只脚，那110减80只还有30，30再除以2就刚刚好是15，那20加15等于35。好，你知道吗？这题其实我是放水的，我现在出一题不是整数的。你现在出的题，假如我算出来了，对。你就再也不可以笑我数学很烂。好。然后你钱就给我管。你说全部的钱吗？这赌注太大，这个真的是。如果我算不出来，你就继续管。好。不是，我赢的话，不是你算不出来的话，你就不要
阻止我跟妈吃大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这题比较难，十分钟。好。妈，我若是输的话，你可以借我一点钱吗？不行。啊。妈妈借给你的也是要我管。有只猫哎，老婆，有只猫哎，老婆，真的啦，我没骗你，真的一只猫在外面。嗯，然后他在努力，很专注。不是，刚刚就是这个。你这样会打扰我。好。我算出来了，不到十分钟。我算出来了，你管钱了。你管钱了？怎么可能？你确定吗？29只兔子乘以4是116，17只鸡乘以2只脚是34，116加34等于150只脚，所以这就是正确答案。谢谢大家，我可以管皇家的钱了，感谢你。其实我真的是太低估他了。存折。我出去透透气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反正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嘛，对不对？那以后我管。对，好，好。他在干嘛？老婆。你不要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，你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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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这样子。我觉得你应该可以，你可以。你不要这样子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真的不要！我刚刚就觉得好可怕。蚱蜢放在这边。你把它弄好，你让它去草地。小只而已，上次那个哥哥还那么大一只。它会跳进来，不是你。那钱还是我管吗？钱还是你管，还是我管？你先不要，你先好了。你先跟我说。你不，你哪有这样子？哦。好了好了，妈走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我就觉得他在抓东西，好恐怖哦。很可爱，又没有怎么样。嗯。太好了，今天天气终于放晴，我们可以出来走一走。很好哎，有一种平静的感觉，好开心。哇，你看这个，好漂亮。你还好吗？来补充体力。你看，你儿子在帮你加油。那加油。好。好，我们就慢慢走。好。上面还有一个凉亭，我觉得不会像看起来这么远，真的。我觉得弯过去可能就可以。凉亭要到了。看得到凉亭哦，看得到。你看，转过去要看到凉亭哦，真的。你走下去，真的，我没骗你。我回家马上存折、印章都交给你，还有车钥匙都交给你，好不好？到了，喂，老婆。哇哦，你看，哇，好美哦。其实世界是很安静的哦。嗯，很宁静。我觉得。每个父母的心情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自己当爸爸妈妈然后也才知道，对，可能很简单的心愿，或者是对孩子有很多愧疚，妈妈对你也是一样的这种心情。嗯，我会帮妈妈照顾你，然后你帮我妈妈照顾我。以后我们再看这个节目，就会觉得，说不定我们会很开心来，就是这时候讲这些话，当做纪念这样子。妈妈，我爱你。侯佩岑，我爱你。黄若静，我也爱你。妈，我爱你。伊燕。伊登，我爱你们。